到不行，晃到不行！天哪、啊，刚好 Hebe 唱到一个段落，已经快结束了，结果大地震，太震了！田馥甄开唱前三小时紧急取消连两场。高雄 ，Hebe 田馥甄高雄巨蛋演唱会历经疫情搅局，感冒失声，17号还遇上台东瑞士规模6.4强震，真的是一波三折呢。没想到18号地震继续晃下去，官方只好在演唱会前三小时发出紧急声明，因近日全台地震频繁，忍痛宣告9月18号、19号共两场演出。晃到不行，晃到不行！天哪、啊，刚好 Hebe 唱到一个段落，已经快结束了，结果大地震。天哪！天哪！不可能！台大学会在地震！第一次看演唱会看到地震，全部集体的手机国家警报同时响，太扯了！现在还在晃，看这根绳子多晃！啊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个配音乐真的，音乐真的配得太刚好了。救我！你怎么办？还在晃。我觉得太恐怖了。当时啊，田馥甄刚唱完《无常》下台更衣，没想到地牛马上就翻身。播到一半的 VCR 中断，工作人员立即将场灯全亮，临时喊卡15分钟。看来啊，能让巨蛋摇的不只有阿妹，馥甄也有游锐的能力喽。你们还好吗？好吗？我觉得大自然的一切。真的实实在在的让我们觉得自己非常的渺小，然后这场演唱会也让我觉得我渺小。我的身体不听使唤的时候，然后无能为力的时候，像这个大自然的力量可能没有办法去抵抗的时候，就会觉得真的很渺小，只能谦卑，谦卑，再更谦卑。然后皆可，就是你要留还是要走，我觉得都皆可。今天就 ，What can I say？ 真的是辛苦你们了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还在这里。站下去的时候，溜溜的我，光溜溜的。然后那时候震在震，疯狂的摇晃。然后我就真的是光溜溜的，但是有一双高跟鞋，所以比例看起来应该还不错。然后我的登云大队不离不弃，我真的很感谢他们。那么你就去问吧，问风问浪问星问鸟问钟，问所有逃逸的事物，问所有声音的生灵，问所有滚动的石头啊。醒着睡着抱着躺着，排列我的世界，你控制一切，包括我的爱了。我忽然哭了，忘了，怕了，疯了，对起你的世界，我清楚一切，除了你的爱了。与你相遇好幸运的竟然还有周子瑜，他应该是为了跟家人过中秋，上周从南韩返回台南，啊就那么刚好遇上田馥甄演唱会延期，不然恐怕就没机会朝圣热。这趟低调现身能被捕获，坐在他正后方的歌迷也算是火眼金睛了。而且子瑜还在泡泡发了认证照，确定是本人无误哦。喜欢 SHE 吗？喜欢。蓝眼在我看不到的天际，你张开了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，它会有多